好，尊贵的顾问会长，还有各位法师、各位大的同学们，下午好，下午吉祥。我们开始学习，非常有幸、非常荣幸的与大家在一起，能共同的感受殊胜的妙法。愿我们大众都能够忠于本师，忠于本师教法，忠于本师教法的实践者，永远保持原汁原味、纯净无染的本师教法，永远维护原汁原味、纯净无染的本师教法的实践者。同时，誓愿我及其众生等真如的珍惜拜念老师及他的一些教诲，珍惜诸佛及他们的一些教诲。珍惜诸佛认可的一切善知识及他们，及他们的一切教诲，这些大愿、这些誓愿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常常在发呢？我认为这些对于大家很重要啊，好，就与大家分享一下。你们欢喜呢，就列为自己功课，每天去发一下。你就几天发一遍，也不错，也不错呀。哦，算是不错，今天发了，好，随喜赞叹了。我们今天的课程是进入论文的学习，论成果的学习，大约学习半小时到40分钟，最后剩下的时间，我们来继续感受最新的澳洲妙法，好吗？论成果，这是第十期的论文摘要。我们首先看一下摘要部分，在整个佛教修行过程当中，实际都是修行者主动远离成果，也是治病。以便早日达到根尘脱落。那么，为什么要论尘垢？什么是尘垢？尘垢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少？远离尘垢又有哪些殊胜的利益？如何能够远离尘垢、清除尘垢？力图通过对妄想、烦恼、实情等尘垢病的全面了解，彻底认识一切尘垢病的危害性、障碍性、败坏性、必性等等特性，掌握远离清除尘垢病的一切善巧方法，获得远离清除尘垢病的种种殊胜利益。这里面的关键词有远离尘垢、治病，还有根尘脱落、遮蔽性，还有善巧方法，也叫善巧方便。整个论文分为几个部分呢？分为五大部分，就是五个章，五大章。第一章是序论，第二章什么是尘垢及尘垢的危害性，第三章远离尘垢的利益，第四章如何才能远离尘垢、清除尘垢，第五章结论。第二章，什么是尘垢及尘垢的危性？里面主要谈到了三点。第一点是为什么要论尘垢？第二点，什么是尘垢？三，尘垢的危害性、障碍性、破坏性、遮蔽性。第三章是远离尘垢的利益，里面分为三节。第一节，远离尘垢可以得到清净法眼、无上的灵知灵觉。第二节，远离尘垢可以让六根得到种种的殊胜功德。第三节，远离尘垢可以得见多佛，令布施、持戒、清净满足。第四章，如何才能远离尘垢、清除尘垢？里面有分为六个部分。第一个方法是发挥悲心。
就能够远离尘垢，清除尘垢。第二节是按照自己既定的智慧、逻辑、规则做事，就能够远离尘垢，清除尘垢。第三节是修，远修离尘垢三昧，运用智慧和就可以远离尘垢了。还有运用戒律，运用戒律就可以远离尘垢，清除尘垢。第五节是借助佛菩萨的愿力与功德力，或者发大悲誓愿，就可以远离尘垢，清除尘垢。第六节奉也可以远离尘垢，清除尘垢。第五节第五章最后一点是结论。通过前面的论述，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？好，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看第一章序论。尘垢二字在佛教经论中，它经常能见到。就比如说远尘离垢、根尘脱落，还有扫尘除垢。还有粗浮客尘烦恼等等等等，比如说粗浮客尘烦恼，大家在哪部经见过？想必大家知道吧？粗浮客尘烦恼，如果你知道，《楞就严告诉经我。如果不去了解是的，《楞严经》呢，粗浮客尘烦恼，永断根本无明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如果不去了解、认识，这个尘垢也就没办法理解，如果理解不了，也就没办法降服它、清除它。所以，我们很有必要对它要进行定点的、彻底、透彻的认识，才会知道它究竟是什么，它的危害性有哪一些，还有清除尘垢的种种方法，最终才能得以远离尘垢、清除尘垢，乃至最终的根尘脱落，就是你六根里有很多的情识意想，这些尘、这些垢啊，最后都被清理干净了，都掉下来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六根最后清净了，这就叫这个过程就叫根尘脱落。在整个佛教修行过程当中，实际都是修行者主动远尘离垢的过程，它也是治病的过程。那么尘垢是什么？尘垢是不是病？尘垢的危害性又有哪些？远尘垢又有哪些殊胜的利益？如何能够清除尘垢，乃至根尘脱落？那么理清以上的问题是本文的研究动机，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尘垢病的全面了解，通过对应该是等字多余了啊，通过对尘垢病的全面了解，彻底认识一切尘垢病的浑浊性、坚固性、危害性、败坏性、遮蔽性，甚至还有隐蔽性、膨胀性等等等等。同时要精通，还要运用远离尘垢、清除尘垢病的一切善巧方法，以便早日获得远离尘垢、清除尘垢乃至根尘脱落的种种的殊胜利益。看到，谢谢大家的回答，大家都很熟悉嘛。对经典看来大家都比较熟练呢。本论题首先论述了什么是尘垢，一切的妄想啊、识啊、行啊，它都是尘垢。所有破戒以及一切受业的业因、业缘、业习习气、业果，以及贪欲、牵贪、妒等一切烦恼心，它都是识，也都是病，也都是垢，也都是垢病，或者说也都叫病垢。所有的眼根、耳根、意根等六根上出现的病，都是尘垢病，都是尘垢病，都是病，什么病？都是尘垢病。其次，论述了尘垢的浑浊性、坚固性、难破性、
毁灭性、危害性、障碍性、破坏性、遮蔽性，特别是以自身做例子来说明尘垢的危害性，就是尘也具足，垢也具足，论述了尘垢在自己身上发挥的影响和作用，后面会具体学到。这就是这个叫这一点，按照论写论文的规矩叫什么论据啊？是叫理论论据还是叫什么论据？谁知道？请告诉我。之后有又论述了远离尘垢的利益，远离尘垢可以得到清净的法眼、无上的灵知灵觉，也可以用六根得到种种殊胜功德，还可以得见多佛，令布施、持戒、清净满足。最后论述了修行者如何才能够远离尘垢、清除尘垢的种种方法，比如说发挥悲心，按照自己既定的智慧逻辑规则做事，还有修离尘垢三昧，还有运用智慧火烧尘垢墙，也叫运用智慧火烧烦恼心。虽然名词不一样，但是义理是一样的，还可以运用戒律奉施衣服，还要知道智慧觉悟成就的流程，通过它来破除贪欲妄想烦恼的尘垢，快速的脱粘去缚，这样就必然可以成就远离尘垢的一切殊胜利益。刚刚我说以自身的例子来作为论据，叫什么论据呢？正是会说叫举例论证。是的。那属于什么方面的论据啊？一般的论据分为两大块，一大块叫理论方面的论据，理论的，我这个叫事实论据，我这个叫事实论据啊。希望大家说的能够更规范一点，好吗？更规范一点，因为你说经典哪个人怎么样，你说别人怎么样，那都是好像跟自己不着边。那么在这里我最少举了两个事实论据，就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个以后在我的论文中我想会比较多的出现，会比较多的出现，因为这个我觉得对于自己也是一个觉悟，一种觉醒，对大家也是一个比较亲切的，这个比较亲切的贴近大家实际的论据吧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章，什么是尘垢及尘垢的危害性。尘垢这个名词对于多数读者来说它并不陌生，因为在佛教经论中它能经常见到，能常常的见到。就比如说远尘离垢、根尘脱落、洗涤尘垢，离垢的过程，这句话是关键。大家看看，如果你不能主动的去远尘离垢，你能解脱吗？你能成道吗？你能最终得好吗？不可能。所以善知识也好，诸佛菩萨也好，千言万语，万语千言，到最后我们自己不能主动的去远尘离垢，就是远离这些情识意想，我们能成吗？我们能修成吗？永远修不成的。所以大家把这个要旨，这个宗旨，修行的宗旨要诀把握好，就是最终要自己发心，我一定要远尘离垢，我一定要降服这些尘垢，我一定不能再增长尘垢，我一定要清理所有的尘垢，我一定要早日从根尘脱落，要有这种志向，要有这种决心，而不仅仅是你所谓的愿望、所谓的誓愿，远远不够。因为刚刚说的这一切，它叫训练，叫训练。其实学生在学校，老师讲了例题之后，讲了一个两个例题，学生就开始要训练。怎么样训练？就是要做相应的、差不多的这个例题，就依据老师所讲的例题那种方法，然后呢，自己来训练，来训练
解题、解类似的题目，练多了之后，这种方法我们就掌握了。一旦掌握了，我们再去面对类似的题目，再去中考呀、高考呀，我们怕不怕？我们练熟了就不怕，就不怕呀。我想起当年别中考，我记得当时我的数学比较好啊，我就不怕，我就真不怕呀，因为平时就几乎是啊，很少有题目能难倒我，就都不怕了。但是那物理呀、啊、就很怕，化学也有点怕。为什么？我的物理、化学远远没有达到数学的那个水平呢。就甚至老师讲的例题，书上讲例题，有的没有吃透，所以中考就怕呀、啊，中考就怕，就怕、啊。他考的分数最后就比那个数学低的很多，低很多呀，就低很多。所以我就想起初中时代学习时代，这个真的跟这几科目的缘分，跟老师的缘分都是息息相关的。那么我们修行也是啊，跟佛、跟佛法、跟善知识的因缘很重要，是不是很重要的？因为你这些因缘不够，你就根本对法没兴趣，对法没兴趣，就是缘上都没有啊，缘上都根本就建立不起来，你根本就没有想去啊钻研一下、学习几下，或者说啊读几遍，或者说背几遍，你就没有啊。所以是这些因缘都很重要，所以整个修行过程都是修行者主动远程离垢的过程，这个太特别重要，所以跟大家呢再啰嗦几句。同时它也是治病的过程，因为尘垢都是什么啊，都是病，是吧？尘垢都是病的，以便早日达到根尘脱落。那么为什么要论尘垢？什么是尘垢？尘垢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少？远离尘垢又有哪些殊胜的利益？如何能够远离尘垢、清除尘垢？下面笔者就想同各位同仁，我们共同来探讨这些论题。第一节，为什么要论尘垢？如果我们仅仅知道尘垢二字，但是对它就没有办法了解与认识啊。你光知道两个字啊，尘垢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它、认识它，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如果连认识都认识不了，就没有办法理解。如果说理解不了，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去降服它、清除它，也就谈不上什么根尘脱落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它定点的彻底认识透，把它完完全全认识透彻，才会知道它究竟是什么，它对众生究竟的危害程度，最终才能够得以远离尘垢、清除尘垢。正如佛所说，说必如国王啊，为贼所侵，发兵讨除，士兵要当知贼所在呀。一出国王啊，在那个国王的那个国土里是吧，起了叛乱，有贼呀、啊，有叛贼进行叛乱。现在国王想去清理这些叛乱，就发兵讨除。他首先要知道什么？首先知道什么呢？要知道这些贼呀、啊，首先这些军队头领所有的士兵都应该知道这个贼，这入侵的国贼他到底藏在什么地方。如果说我连地方都不知道，我到处开枪行不？我见到一座山我就开枪，我就认为土匪在这座山上，我又到了另一座 一片树林，我就开始开枪，我要剿灭这些贼。但是我并不知道贼是不是在那个山上，我也不知道这个贼是不是在这片树林里，我的开枪有用吗？我的讨除有用吗？一点用都没有，一点用都没有，那叫无的放矢。你怎么能清除这个贼？你怎么能清除贼呢？所以做什么事，首先要有方法去抓贼。你要首先知道贼在哪里呀、啊，你首先要知道贼在哪里，你才能够抓到贼呀、啊，才能够清理这些贼。如果不知尘垢之贼的相貌，以及他们藏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又怎么能清理他们、剿灭他们呢？因此，想要全面了解
认识尘垢，早日治好所有的尘垢病，就何必要来讨论论述尘垢这个论题？好，大家就应该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论尘垢。好，第二节具体看看什么是尘垢，就要了解什么是尘垢啊，什么是尘，什么是垢。如果想要远离尘垢，清除尘垢，那我们应该首先就要了解尘垢，认识尘垢。那么什么是尘垢呢？好，我们看第一点，一切的妄想叫尘，一切的实情都是垢，都叫垢。这来自于哪部经呢？在《楞严经》当中说到啊，说想象为尘，实情为垢，这就是最简要的定义。最简易的你想象为尘，实情为垢。想象就是你所有的妄想，所有的笼统妄想，或者说胡思乱想。有的可能想啊，我没有多少胡思乱想吧，你有多少？大家想想，你真正的就按照其他经典说呀，《地藏经》还有《楞严经》部分就是说到，我们众生几乎啊，整天24小时，每一分每一秒都离不开想象，大家相信不相信？你都离不开想象了，离不开想象。特别是在做具体事、做新鲜事的时候，需要动脑筋的事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快会发现，人的想象非常可怕，非常可怕呀！它就是尘啊，到处是这个尘呐、啊，这里一个尘，那里一个尘啊，这些灰尘。这些想象的灰尘就把自己都遮盖蒙蔽起来了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啊！就我昨天，因为我昨天在换网络呀，因为目前的这个网络，在协会那边还不好用，协会那边呢用的是叫做啊 Chesler 或者叫 Boost 那种网络，那种网络是澳洲。目前为止，据说是信号最好的、最贵的。今天已经搞通了，说明了就是也是确实验证了这个。以前我的那个是 Optus， 那个属于二流的网络，它就在那里就被封杀了，被封杀了就不行，就只能我自己用。就电脑，你想连通到电脑，连通到其他手机上，连通不了，那么对我的工作很有点麻烦。那么我在操作过程中买一张卡。只要10元钱，买张卡呀，这10元钱。然后你想用它，每个月大约啊，我就选择大约30元的吧，30元的啊，20GB 的流量就基本算够。在操作过程中就遇到很多很多。之前呢，比如说我帮那个政务室搞，很简单，很轻松过关了。我自己，我首先是我觉得我搞过一遍，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结果远远没有那么简单的。没有那么简单。人一旦升起慢心，慢心它就是一种想象。我想象中太简单了，实际上它情况不一样，因为它那个呀，哎，是我直接帮他买个卡，他不是用以前的卡，我这个是把以前的卡号、以前的公司那个卡号转，还是用那个卡号，只是转到这个公司了，在澳洲这个是通用的啊，卡号可以不变，但是你用的电讯公司可以不一样。这个都现在搞清楚了，哎，最后搞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发现，是啊，就发现什么，什么展现显示都是正常的，就不行，就不行了。其中有一步，我就是不按他规则了，我就不按他的规则了。我觉得他说的太神乎其神了，没有必要那么认真吧，没有必要那么认真。我想象中，所以那一步没过关。哎，这还遇到一步又不行，我向他们请教，他们就说啊，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填的信息都是对的，但是有一个不正确，就是我的生日，跟那个生日错了一个数字，最后他们就把我的生日改过来，哎，最后网络就通了呀，就通了，通畅了。所以说，一念的想象认为很容易，一念想象啊，我认为很容易，因为我做过了，我干过了。每一步我都清晰啊，每一步都清晰啊，这就叫想象为尘。这个尘怎么样？就是病，这个垢也是病，这个尘
他就把我的智慧遮盖起来了，就那一步没有遵守，所以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呢。啊，昨天就搞一下午，今天搞了一两个小时，上午搞了一两个小时，哎，最后搞通了。哎，所以说各位，确确实实想象围城，这是我亲身经历的。啊，我也跟会长交流，我说哇，这人不能有一毛毛想象都不行的。啊，他说是啊，我也去把这个例子跟大家讲一讲啊。那么你们经历了吗？各位经历了没有？就是想象的那个很容易，认为那很容易，因为我曾经做过。嘿嘿，有意念的那叫慢心，那个妄想就叫慢心。你一念的慢心，纵然你做的多熟，你以前做的多好，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，你就会一定会出错，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出错。因为我经历过了，我都搞过了呀，这还有什么难的呢？但是其中有一步，我觉得我跳过去没问题，我不需要按照他那么严厉啊，那个严格的说，我不需要，我还需要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啊。所以这也是你们用点智慧，对，是的。我想每个人经常会有啊，只是你发现没发？这里讲的这个情识为垢，也就是依这个识在发种种情，有种种的情在产生种种想。如果是众生喜欢的情啊，其想就会贪；如果是众生厌恶的情，其想就会恨，他就会不高兴。想啊，这个想，我们众生起的想都是什么？大家从这里会看得出来，我们升起的想都是什么呢？啊，都是尘，都是烦恼尘。乃至怨气冲天，恨气冲地呀、啊！换言之，在众生这个识上，本身他就带着这个情，就有他的偏见，他认为什么好，什么不好，再去造业因缘，再去造业，造业因业缘，加上身体，他本身这个业果，这些统称为一个核心，它就是识，也就是垢，都是识垢。都是实垢啊！如果把这个实往下再细分，它就变成了前50、第60、第70、第80。如果再往下分，就涉及到业、业因、业缘、业果，以及自己现在造的业因以及业缘，又会形成新的业果。所有的这一切都纳入到一个核心点上。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识，他们都是识，也就是说，他们都是垢，都是识垢，他们都是垢，都是识垢。另外，谈到尘，往往会强调数量，强调尘一般的，往往强调什么？他强调是数量很多，数量它也是尘的一种表达形式。这个尘，它还有一个特性叫浑浊性。那么这里讲了两点，尘什么尘？第一，数量多；第二是什么呀？浑浊性，它有浑浊性，就不清晰、不清楚、不清澈。就比如说尘土，它放到水里就会让人感到不清晰，因为它有这个浑浊性。前面提到了想象，想象就是妄想，也就是尘，也可以叫浮尘。这个妄想啊，不但可以叫尘，也可以叫浮尘。为什么叫浮尘呢？它是乱飘的，它是浮在水面的，浮在表面的，所以叫浮尘。我们说那个人很轻浮啊，什么意思？大家知道不？我们说那个人很轻浮啊，用佛法来解释什么意思？那个人呢，妄想太多，是不是？妄想太多，总想着那些根本不可能兑现的事，啊，就是很喜欢发挥他的妄想，而且妄想很多。很重、很浓、很深，就叫轻浮的人，他就他不去按规则办事，那都是轻浮的人，他被浮尘所影响了，没有哪一个妄想钻到水底沉下去了，所以叫浮尘，是吧？没有哪个妄想钻到水底沉下去了，他都浮在水面上，所以叫浮尘，所以叫浮尘，对，就是妄想纷飞。它都是飘的，它是飞的，它不是沉下去的。又因为它是到处乱飘、到处乱飞，所以叫什么？叫浮尘。所以叫浮尘。
啊，就像刚刚那个文殊师兄说的，妄想纷飞，胡思乱想，甚至有人还说我要放飞我的梦想，是吧？我要放飞我的妄想，还要妄想放飞呢？也就是本来人就够飞的，够乱的，他还放飞，故意放飞，大家想可怕不可怕呢？啊，所以没有学点佛法呀，没有学的话非常可怕。没有学佛法，没有研究的这些尘垢，这些人都是非常危险的，都是非常危险的，也是非常可怕，也可怜，也可悲啊！啊，关键是啊，你有多少认识，你就有多少的这些觉悟了。也就是说，人每一次打妄想的时候，他都是浮沉，都是漂浮不定的。只要修行者有这些个浮沉，他就一定会埋没了自己那些个智慧。这浮沉把你埋起来了，被你埋起来了呀，被你埋起来了。就像人喜欢钱，喜欢钱。好，假如钱多到一定的数量，那钱都把你都埋起来了，好不好？甚至把你埋得窒息了，好不好呢？啊，最后把你埋起来了。很多很多人生活到40岁、50岁、60岁呀、啊，所有的这些财色名食睡这些种种的妄想情识啊，这些尘这些垢，就把它埋得不见眼睛啊，不见耳朵，不见鼻子，甚至不见他的头发，那叫什么？那叫沉沦，是不是？那叫沉沦，完整的沉沦到这个尘垢当中去了。大家看看自己沉沦了多少？我们还剩下几根头发呢？还剩下几根头发没有沉沦下去？那么什么是垢？我们再看什么是垢，实情都是垢。垢的重心呢，它是很难清除掉。就比如说胶水，它就相当于垢，因为它粘在什么上面就难以除去。这种难以清除的特性就是垢的特性。好，这是它的垢。什么叫垢？难以清除，难以清除的特性就是垢的特性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，在自己的这个智慧上面有好几厘米厚的尘。然后呢，在这些尘里又加上胶水那个垢，最后呢，它就会变成水泥块。一般来说，尘一擦就掉，一吹就跑。但是呢，如果有人往尘里、水泥粉里加上胶水这个垢，那就会吹也吹不掉，扫也扫不掉，因为它已经有尘加上水变成垢了。就即使拿锤子扎，也许都很难扎得开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变成，因为加上胶水变成垢了，尘加垢加上胶水，你看看用锤子扎，也许都很难扎得开。还有啊，这个垢啊，通常来讲它是难以除去，称之为垢。我们一定要方法恰当，我们才可以把垢除去。方法如果不恰当，几乎是除不去的。就如同水壶里那个水垢，一定要拿锤子敲，还要用上一定的力气，加上一定的方法。即使这样，也不能保证一下完全敲干净。用锤子砸很难砸干净。我记得小时候，这水壶里的尘垢怎么弄啊？这垢都是用那个清洁球啊，清洁球反复擦，才把它擦干净的，反复擦。有时我自己弄，有时看母亲呢，看姐姐妹妹弄，他们很细致，搞几个小时啊，有时搞几个小时才可能把那些垢水壶里的搞干净。大家相信也搞过吧，你就知道，一旦形成垢之后是很难清理的，很难清理啊。我们的烦恼这些妄想情识烦恼尘垢，一旦有尘变成垢，或者是尘加垢在里面，都在里面的话。难度就很大，难度就很大了，因为那个垢它具有像水泥一样的特性，它具有坚硬性，还有牢固性，甚至难可破性，叫难可破性，难可破性。为什么把情识用垢来诠释呢？因为情习、识习它是最难破的，
就像垢一样，它是固化，是非常坚固的。实习其实是非常过强、坚固的。就想让大家现在，比如说，要我们对父母、对夫妻、对儿女没有情，他们出了问题，病也好，死也好，我们不难过，做得到不？我们一点不难过，我们很难做到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个情呢、这个情培养的不是一年两年，他已经10年、20年、几十年了。那是别人家的男人、女人病了死了，别人家的父母、儿女病了死了，我们很难过吗？我们很难过吗？我们往往不关心，无所谓，没有什么难过不难过，没有什么难过不难过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跟那些人的那些儿女啊、父母呀、男人、女人，没有建立这份情，也就是说，没有这一份尘垢，没有这一份尘垢啊，所以他就没有那种难以破除的这种特性。前面提到过，尘它具有浑浊性、混沌性。同时这个尘也是轻浮的，前面讲了叫浮尘，它可以吹起来、飘起来、浮起来，但是垢呢却是飘不起来的。比如说水泥那个状态，它就叫尘的状态，不能叫垢的状态。好，我们再往里加水，加水以后它就形成坚固的板块，形成坚固的板块，一旦固化以后形成板块以后，那叫什么？那就叫垢，那就叫垢啊。实际标准来讲，人的这个身体它不能叫尘，它叫垢。它有的地方即使坏了还能再长，它具有坚固性，人吹个气它也不会跑，吹不动它这个身体哦，所以它叫垢。它不像尘，人可以吹跑它。现在让你吹口气，把自己身体、把他人的身体吹跑，吹的吹跑，吹跑，所以它叫垢，它不叫尘。所以在佛教就把难以清除的这个情识，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垢，因为它难以清除。大家牢记，清除啊，这个识啊，情识叫垢。在这个楞严经中，最后把这个情识叫什么妄想啊？叫什么妄想？它又叫垢，又叫什么妄想？它叫熏习妄想，也就是说，不是你一生两世。不是你一年两年、一生两世所熏习的呀，所以它叫熏习妄想，也叫垢，也叫垢，也叫垢病。总之啊，众生的这个想象啊、识啊、情啊，包括十恶业等等，它都属于尘，都是尘垢。好，这里在论述什么是尘，什么是垢。前面有时候单独说了什么尘，什么是垢；有时候是综合起来说什么是尘垢。最后我们综合一下，这里的想象、实情都叫尘垢。刚刚我们说了，想象为尘，想象是尘，是吧？实和情叫什么？实和情叫垢，叫垢啊！十恶业等等等等，他们已经是业果了，实、业果都属于实的范围，他们也属于垢，连起来了，我们把这些都叫做尘垢。都叫做尘垢。好，关于今天的论文学习就到这里，好吧，就到这里。我们下一次继续来，继续从另外一些侧面，我们来了解什么是尘，什么是垢，好吧，进一步了解清楚。剩下时间，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一些澳洲妙法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其中有一段呢，就谈到了大菩萨非常谦虚谦卑，他们的谦虚谦卑呀，几乎就把众生给骗了，就把骗众生给骗了呀。所以班尼老师提醒我们大家，有的时候啊，你千万别被这些个顶级的大善知识骗了。记住，他们什么都好，他有一点不好，
什么不好啊？他们太谦虚了，他一谦虚起来呀，给人的感觉就像真的似的。所以我说，别被那些顶级大菩萨骗了。比如说，观世音菩萨，他就说一句话，怎么说的？他说我就只知道这个大悲法门呐、啊。你要想，我不像其他的佛菩萨，那些甚至是有无量无边的法门呢。你想学其他法门？就啊，继续参访吧，跟他们学吧。好，请问，观世音菩萨真的只懂得大悲一个法门吗？是他们太谦虚，是他太谦虚了呀，他太谦虚了，他众生就容易受骗。谁受骗了？善财童子受骗没有？大家还记得不？善财童子受骗没有呢？善财童子当时受骗了没有？谁知道呢？他受骗没受骗？善不善法，心为根本；杀不杀法，心为根本。我们继续延伸呢，道不道法，心为根本。关键这个话，我用的过于简练，过眼云烟，有名无实。那一般的，你他没懂，他也都懂。你说真懂？啊，你能不能懂？你从此以后看一切都是过眼云烟，那就算真懂我那个话了。从此以后，真就知道有名无实，因为变了，变了，那都是幻化的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变了，不停的变，就这样去看待一切，来来去去就行了。这是当时谈到一首歌《寒山僧踪》里面说：“拾得落红啊，片片啊，落叶皆葱茏。”啊，当时我就请教了一些，因为我受到世间一个影响啊，说无可奈何落去，怎么这里说一片片落叶都葱茏呢？啊，伴侣说这些来来去现象，实际上确确实实都是过眼云烟。都是有名无实啊，啊，该来的就来，该来的该走走啊。从因缘上，它就是从容的。好，什么是从容？自性本体也是从容的哟，也是从容的。不管你落叶是落也好，是生也好，是飘也好，是最后没有也好，消亡了也好，自性它会变吗？它不变，它也是从容的呀。自信就是从容的。好，反正大家这一段呢，记住，一切来来去去的这些现象，所有的这些现象啊，山河大地啊，男女老少，电脑、手机，无非都是过眼云烟，有名无实，有名无实。有名无实啊！刚刚问的善财童子，他受骗了吗？他受骗了，他受骗了，所以他到处参访啊。他要没受骗，他就不会到处参访。因为就每一位，就文殊本身，他是三世佛母呀，是吧？他是三世佛母，他一个人可以说实话，所有善知识的那些法门，他全部精通，全部掌握呀。还要你这个跑，那个跑。啊，各位呀、啊，这个都讲过了，班里老师都说了，受骗了，都说了，受骗了。嗯，好了，我们接着来。我们这里说的骗，又不是骗，又是骗，看你怎么理解呀、啊？希望大家有智慧去理解，好吗？什么从容的？自信是从容的呀。自信是从容的，自信面对一切，你该来就来，该去就去，是吧？是啊，你看你这个屏幕，来什么字不来什么字，你来就来，去就去，它不存在做无奈，也不存在做有奈。如果你只这个人呢，就是在那里发情，只有妄想，那就是无奈，对不对？就妄无奈呀。所以古人说：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，还记得呗？无可奈何花落去。还有一句是怎么说的？
从而你再往前体会一下，还有一句成语叫“视死如归”。我们不是视死如归，我们是视时就换。我们看的死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换，而且马上就换。换什么？无非就换一件衣服，无非就换一件衣服。大家知道这衣服，人过了多少岁，这衣服就开始不好了，你们知道呗？人过了多少岁，这个衣服就不好了，人这个衣服就不好了，过了多少岁？但是我们一般人都忘了，他不知道啊。对，人到了三十，人过了三十岁，这个衣服说实话，就活在这个世间，没有多少，就是没有多少意义啊。就对于衣服来说，没有多少意义，但是很多人还看作宝。你这个身体只有衰老，它只会渐渐衰老，它再也不会长，它再也不会年轻的呀。过了三十岁，所有器官、所有的外在的皮肤啊，所有的五脏六腑啊，只会变老，只会衰老，也就是说，只会衰败，只会衰败。但是好多人，他还把它当个宝哎，还把它当个宝，还什么这个美容、那个美容，是吧？愚痴，愚痴的人，他就是这样的。好，实际这个神通变化，人人都有，就是被封印了，我们神通被封印了，被封闭了。封闭我们常听说是吧？封印这一次，封印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就是神通被封印了，被什么封闭了？被什么封印了？就是让自己的烦恼魔给它封印了，封闭了。大家看到好多人违法了是吧？那个工商啊，什么法院呢、啊，就去把他部门，就去把他家给大门给封了，是不是？封了之后贴上一个封条，封条上还盖个印，是不是？盖个印，就是这个不能动，所以那个叫什么？那就叫封印。一旦人有烦恼，就把什么给封印了？就把神通，把你的啊神通变化，把你神通变化都给封印了，都给封闭了，他就动不了。所以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烦恼有多可怕呀，烦恼魔有多可怕。所以说佛讲要必是身心二途啊，都要娇弱冰霜，要干干净净的，那才能够确保你后面不会用这个神通啊去再造业哟。还有谈到慈悲的问题，慈悲很重要，法力不思议，慈悲无障碍呀。一旦失去慈悲，你什么障碍都来了，任凭你多高的法门，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，因为你失去慈悲，啊，障碍什么都来了。慈悲是钥匙，没有慈悲，什么法门都白扯，有慈悲就没障碍了，想怎么转就怎么转，啊，叫二人转、三人转。都可以的哟，但是没有慈悲，你什么都转不动，你什么都转不动啊。大家看看，我们佛法学了很多，为什么往往我们发挥不出来？大家知道呗？往往我们发挥不出来，你就见到一个人，都发挥不出来，忘了，本来想跟他说这个法那个法，想解除他的苦难，拔他的苦，与他的乐，最后都说着说着就忘了，又不知道哪个法，都不知道什么方法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缺少慈悲。因为你缺少慈悲，缺少慈悲，缺少慈悲，缺少慈悲。嗯，好，印证师父说，楞严当中，林叔站在净王面前，净王还跟林叔说，他要对得起小叔，不知道小叔就在眼前，人就在眼前，他也不认识，有种自己对法认识不透彻，对，不透彻。你是模糊的时候，对善知识也不认识，你也不认识，对佛也不认识，那你只能说啊，当面错过，当面错过。说实话，要真正的认识佛、认识善知识、认识法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因为它不是一，它不是一年两年的事，它不是说啊，就十年20年你就能精通这些法，就光在理论上你搞一生呢，你都好多还搞不一定能搞明白呀。更何况还要思维，还要去修正，是不是呢？啊，确实是这样，确实是这样。
愿一切众生皆能透达佛法，真正清楚明白，修因修缘，心想事成，因缘果满。还要认识，要真正的认识善知识，认识佛法，认识烦恼，这些都要认识，叫认如。佛法叫认如啊，认如。好，我们接着来。是，有时候就把那个衣服，把这身体当做人了，当做自己了。那身体只是你的衣服，只是你的一件无量身当中的一件衣服而已哦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接着看，要养成一个善业习惯，凡是好的，我们都随喜赞叹。养成什么样习惯呢？随时随地的自在发挥，它就不会漏烦恼。露出来烦恼，这个就是最可怕的。人的烦恼被露出来的时候，自己不会知道，但是所有人都会吓到。比如说，举个例子，在餐桌上，你看到一盘好吃的菜，我曾经就见过一个师兄啊，看到一盘好菜，他就把那盘好菜拉到他面前了。我们大家都看在心里，没有人敢说，没有人愿意说，或者敢说什么，但是大家心里有本账啊。他那个就是烦恼露出来的，给我们的印象好不好啊？当时我们都吓到了，怎么这样？你装也要装出来是吧？不能太贪了吧？就装模作样也要装了，又在自己家里，在没有人的时候是吧？你可以去那样搞啊，一桌子人，你就那样是吧？那样那个衣服穿一下好不好呢？只能把别人吓到，只能呢把你自己美好的形象在别人心目当中，在别人心目当中，就你自己亲手用你的小刀，用你的烦恼啊那个刀啊，把自己的在别人心目中那些光辉啊、光明的、伟大、正确、伟大的形象都给砍了，砍得半死半活呀，砍得半死半活。啊，砍的半死半活，砍多了就砍，最后砍死，就一定会砍死，最后就一定会砍死的。好，我们发个誓愿，誓愿一切众生等真如的都能养成随时随地的随喜赞叹别人的善习啊，绝对不要给烦恼露头的机会，绝对不要去嫉妒，是吧？绝对不去搞嫉妒啊。就所谓的什么羡慕嫉妒恨是吧，千万不要，你羡慕两下还可以，千万不要演变成是嫉妒加上所谓的恨，那个就不好啦，那个就不好啦，是不是呢？好，你们有兴趣呢可以啊，把这一粒种子种下去啊，将来这一块你就好了。我们接着看佛法，它是逐渐的扩展，不是把在自己手里，把在自己手里，那就不是佛法了，那就变成魔法了。能让佛法广泛流通，能让更多的人去弘扬佛法，这个就是佛弟子的职责呀。所以说，我们光喊弘扬佛法，弘扬佛法，流通佛法，宣扬佛法，光在那喊，有用吗？没有用的。实际啊，我们要想办法给每个人创造机会，让他们去承办这些事，并不是自己坐那块儿抱在怀里一个不放手，那个是自私自利的贪谋啊！这是我的弟子，这是我的学生，你就不能去跟其他的法师啊怎么地？这个法就是我学的佛法，我听了的佛法，这些录音、这个文档啊，我就不能随便给你，不能给你啊。因为给你了，我也许就没贪的呀，是吧？其他人得到了，我就没贪的呀。他们都有了，有的这些法呀，就不需要我的这个了。这一段呢，这一段是班里谈到这个，即是根据某位同学，他就是他的弟子谁也碰不得，他的学生谁也挨不得，挨不得，谁也碰不得是挨不得，他就认为是他。而且这个佛法啊，就只跟他们讲啊，跟别人他就不讲，他就认为佛法也好，弟子也好，学生也好，就是他自己本人的，这都是啊，
已经严重的违背了佛法的，违背了佛和佛法的本意啊。佛的本意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流通佛法，弘扬佛法，宣扬佛法，是吧？让佛法弘扬光，越来越弘扬光大呀。而且拜年举了他自己的例子啊，拜年在我这里做得很好。拜年举了他例子，因为当时我讲法的时候，最初我最开始拜年愿我讲话，一个人听，那个人叫洪敬林。啊，老沈，有时候老沈来帮我忙。开始啊，真没人听。我最后跟班里说，我不想讲了。班里说呀，他说，那，因为就即使没人听，何况有一个人听呢？即使没人听，护法龙天都在听。啊，班里说人没那个福报。哎，最后就讲讲，哎，果然人就多了。最后就发展了十几个呀。最后班里他就认为自己在那里对我是障碍，他就走了呀。那些人说我们听法怎么办？他说就跟那个王老师去学。好，他一走，那么我这块障碍，拜你说他就不会形成我的障碍，他障碍对我是一种障碍，就是拜你说的。那么他最后走了，哎，我再一讲，人一下子就多了，一下子来了三四十个呀，就来了三四十个，是当时的情况。也就是我的这个讲法，凭我自己能行吗？是远远不行的。啊，有甚至是的呵护，以及他的这个广大的包容和大心力的成就，也是他大心力的布施和恩赐，才有我的今日。所以善知识的这种恩德无边无尽了。他是真正的在弘扬佛法，他是真正的在护持佛法，也是真正的在住持佛法，也是真正的在流通佛法、宣讲佛法。如果把佛法、把自己的弟子、把佛法都抱在自己的怀里，一个都不放手，那个不叫弘扬佛法，不叫流通佛法，那个叫自私自利，啊，那叫搞魔法，那都叫搞魔法呀。还有罗生门，罗生门，罗生门班里讲了多次，其中有一次就讲了什么是罗生门定义，就是罗生门有很多很多的定义，为所不因，妄失正念，这就是罗生门。这是来自于经典的呀，来自于一部经典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有一次也说到，说没有真相的真相就是罗生门，没有真相的真相就是罗生门。还有啊，说皱眉头那就叫心理阴暗，这是破除当时一个同学的这种心理阴暗坏习惯，他有皱眉头的习惯，但你说那叫心理阴暗。我曾记得在以前的那个。认识烦恼，相烦恼的法理啊，在周三就讲过，有人喜欢皱眉头，班里说那叫心理阴暗，那叫心理阴暗喽，好吧，今天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，好吧，暂时讲到这里了，下一次呢，我们再继续学习，好，看看大家说了什么，很好，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愿大家的大愿。愿上师三宝加持，愿大家大愿早日快速成就啊！还有啊，另在说忏悔，有意无意把师傅当自己的，把学员当自己的，把任何时候都当自己的，据为己有的罪，这就是一种绝对的恶有喜啊！我们是的，同随喜赞叹拜念恩师，完美做到了无私成就每一个人。我感受最深，因为我这个相信大家在你们身上也感受是很深的。没有拜你以及诸佛菩萨的加持和对我们的成就，我们是很难前进一步啊，靠自己很难前进一步。因为我们本来都是烦恼众生，举止动念无非是罪，无非是业的这些烦恼众生，想好起来靠自己是极其艰难的，这一点要有绝对的认识啊。我们同时发誓愿，誓愿一切众生皆圆满的做到无私利他，绝不培养自私自利的贪魔。非常好，好。啊，与您同随喜赞叹，同时也祈求三世三宝加持，愿你的大愿早日成就，早日因缘具足啊，早日因缘具足，圆满成就。好的，今天我们就。学习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慈悲的陪伴、支持、配合，以及对我莫大的包容与成就。我们下一次再。
愉快的相会，谢谢，我放麦了。